静止了所有的花开，遥远了爱，好卡啊，感觉都没在彩色的。嗨，有声音吗？有声音吗？哈喽呀，晚上卡，我怎么看这个好卡的样子？我就播一会儿会儿，我的嗓子只能播一会儿会儿，我就晚上好呀，跟大家唠一会儿会儿，我就下播了，我就去那个，没事吗？没事吗？哈喽呀，有事儿？你是在哪里玩的？那个是，就是北京有一个什么北海公园还是什么，是北海公园吗？还是什么公园？是之前上学的时候和我朋友的舍友一块儿去的。多喝热水，多喝热水。我喝手边有好多水呢，放了好多杯水。声音了吗？又没声音了吗？好无语啊，感觉这个网络就是说有点好讨厌啊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好吧，好无语啊，我控制不了它了，讨厌死了。可能我刚才那个位置信号不太好，我刚才躺在了一个床角，太敬业了，确实。背景图我今天选的都是就是比较老的图，就是我以前的旧照，我以前的旧照，有我就大一的那会儿差不多拍的照片，还有去年的前年的。对，一点点地方也影响信号，我每次只要我躺下就没有信号，我坐起来就有信号了。又没声音了吗？又没声了吗？第一张和第二张是什么？第一张和第二张是哪两张？我不知道耶。我这好像没有顺序吧？这个还有顺序吗？我有水，我在喝水呢。封面图最美，对，封面图是那个生写的。是生写的时候拍的自拍，还有很多张自拍还没 P， 我可以就是 P 一下然后发个微博。白色塔的那张啊，那个就是在那个不是旅游的，那个是我就是跟朋友出去，当时上学嘛，就在那个北海，是不是叫北海公园来着，我忘了，好像是就是北海公园，对，就北京的那个公园，当时我们是想去划船来着，结果我们去太晚了，好像是下午5点去的，结果当时人家就是划不了了，他划不了了，然后我们就只能在里面乱逛，然后就拍了一些照片什么的。让我们荡起双桨那地儿，是这个地儿吗？就这个地儿吗？略微有点低沉，我现在还好，我早上是失声了，你知道，早上我发不出声。我早上刚起来的时候，我直接失声，我直接一点声都发不出来。现在我能说话了，至少，但是不能唱歌。我试了一下，我刚刚试了一下，我唱两句，我的妈呀，我把自己都吓晕了。那唱的简直是就动听极了。咱们就是说，长得真好看，谢谢你呀。今天肯定不唱歌，我今天能唱歌吗？我今天要能唱的话，我肯定就去录那个作业了，但是唱不了。唱出来就是我怕把人家吓坏，我怕把看到视频的人吓坏了。晚上亮灯也挺美，对，那个地方晚上亮灯也挺美的。对，说起拒绝就要咳两声，因为有点严重，好哑，确实是有点哑。哎，难受，我感觉我一会儿还得发烧呢，我现在有一点发烧的征兆了，有一点点又要发烧的感觉。昨天就是这个样子，
就是一开始感觉有点不舒服不太对的时候，然后过了一会儿就开始烧起来了，我估计今天也要这个样子了，真讨厌。喝药了吗？喝了就是退烧药，去医院，没关系，我觉得还好，我实在是不想动，我现在动不了了，我觉得我要是去医院的话我可能就更难受了，因为真的太累了。我今天感觉我的那个骨头都在疼，骨头就是很酸，骨头很酸，然后就是又就是腿上那个骨头特别酸，就是不管你用什么姿势坐着或者躺着都非常的非常的难受，真的讨厌。嗯，就是烧的酸。北海的山桃花也挺漂亮的，现在我也很想出去玩，但是因为这两天那个啥了，感流感了，所以不敢出去，不敢出去，怕出去给人家传染了，就不太好。我都好多天没有唱过歌了，我都几天没三四天没唱过歌了，都是因为这个流感，都因为这个感冒，我都没法唱歌。我很痛苦，我真的很想唱歌。我觉得我不唱歌，我失去了我失去了灵魂。这一天可不能出去吹冷风，确实不能出去吹冷风。我感觉我上次可能就是吹冷风吹的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那天公演完，我感觉可能是吹冷风吹的吧，就是吹感冒了。哈喽呀，你好呀，谢谢妙脆角送的一个荧光棒 ，thank you， 谢谢妙脆角又送了一个荧光棒 ，thank you。以后还有很多机会，以后还有很多机会抽。我内心歌姬的灵魂在呐喊，对啊，确实，我就是不能不唱歌，不唱歌真的会，就是很难过。我觉得就是唱歌可以拯救我的心情，可以让我很开心。那天微笑 live 一定有病毒，回来以后大家都不好了。我也觉得应该是，就是那天微笑 live 可能大家就是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就是有可能有人病了，然后大家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然后就是进行了一个这个互传，然后咱们就是成功的都感染上了。也许是小九干的吧，也许是小九干的吧，九型病毒不断入侵。认识的很多人都在发烧，对，我们这儿也是，可能你们是，我们这边也是，就是都在发烧，然后咳嗽什么的，乱七八糟的。估计里面有某个很厉害的病原体。确实我也觉得5G传播开始，可能真就是那天，对，有可能，我也觉得有可能。我怎么跟大恐龙一样尬了？哪里，不就是九型病毒不断入侵吗？这个怎么尬了？这个多么的正常，这个多么的就是符合。因为大家都太爱小酒了，所以大家就是都感染了九型病毒。你正在吃奶狗火鸡面，奶狗火鸡面是什么东西？你要把我笑死吗？你打的什么字啊？你的输入法比我的输入法还离谱。奶狗火鸡面，我真的，我听过奶油火鸡面，我第一次听奶狗火鸡面。救命、啊。之前生病进口阿斯他韦还剩一盒。啊，那你下次生病可以吃呢，你愿意天天发烧，那还是不要了，还是不要了，以后生病都是九型病毒，对，是这样的，大家还是不要经常生病，要不然大家会怪我的，大家就是一生病就说又是马新宇，又是马新宇这个人，这个坏人又让你生病。真的，奶狗火鸡面，我这辈子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，我真的会谢。然后被自己笑死。为了不被传染到今晚嘉兴路公演买了票，你都割了。
没事，你可能感染不到别的，你只能感染酒型病毒。酒型小酒不在嘉兴路，所以你不会感染，去吧，没有关系。酒型病毒特效药没？酒型病毒的特效药的话，嗯，你们帮我发明一个呢？你们帮我发明一个呢？怎么样？小酒只能做坏事，小酒只能坏事做尽，小酒只能坏事做尽，特效药得你们去搞。以前天天傍晚发低烧啊，这还能，我的天、啊！酒型病毒的话，得病的时候会有一丝安慰。我的妈呀，心好大呀，心好大呀啊！得病还有一丝安慰，带坏人，我不是坏人，我都说了让你们不要老得病了，我都有这个美好的期盼在了，还说坏人。本来打奶油火鸡面，没想到笑到了。特效要是看小酒直播，那好吧，以后大家感染了酒型病毒都来看小酒直播就好了。得了酒型病毒，是不是除了我之外爱不上其他人了？对呀，对呀。所以就是说，你可能就是中了我的毒之后就没有办法了，所以要小心哦，要小心小酒哦。注意看，这个女孩叫小九，她是会传播酒型病毒的，被传染到的人，她就爱不上其他人了。你感觉脑子天天低烧烧坏了，妈呀！如果一直低烧的话，真的会。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、啊？每天看小九波波就是最好的特效药，对。那就每次都来看小九波波，谢谢空城送了一个玫瑰花 ，thank you， 谢谢塔夫队送了一个巧克力 ，thank you， 谢谢是于心送了一个秋天的奶茶 ，thank you， 谢谢花小站送的好想小九，谢谢你的好想小九呀 ，thank you， 你已经中了，那也挺好的，就是其他人都可以让一边去了，都闪开。不想传染，可是你已经被传染了呢。要是好了之后就会对酒免疫了，那不会的，你已经就是中毒了，所以不会的。谢谢，因为你笑起来很好看，所以才送你一个玫瑰花呀 ，thank you。谢谢阿奇送的机器豹，谢谢你的朱霞 ，thank you。啊，我都想了，真的，咱们就是一整个被毒哑了。我感觉现在我就觉得很神奇的一个事情是，为什么睡着了之后就不会咳嗽呀？有没有人知道这个？为什么睡着了之后不会咳嗽？我刚去搜了那个123我爱你那个手术，我跳过啊，我有那个视频啊。睡着也咳吗？我咋感觉睡着不咳呀？啊，你睡着咳醒了，咳了，但我不知道是这样吗？啊。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，我还以为睡着就不咳了呢。我就感觉我睡的时候就还好，但是我昨天晚上真的就很难睡着，因为昨天晚上真的那个发烧烧的，我的妈呀，感觉我就是外烫内凉，就是感觉可冷了，但是摸自己的身上又是烫的，就很痛苦，没有咳的感觉了。咳醒就严重，对，咳醒的话那可能咳得太厉害了，我觉得有点吓人，对，那个就咳得太过分，我还好，我还没有咳到那种程度。有高烧过吗？我很少高烧诶，我现在我今天最高是38.几，38刚过一点吧，然后上次我阳的时候别人都烧39度多，我最高的一次是38.2。我好像就不咋高烧，我不知道为啥，就都是比较低的那种。但是我真的感觉只要发烧烧一点就很难受，就很痛苦了已经。发烧这个事情，就是能不要烧还是不要烧，太死亡了。等一下播再去量一下，等一会儿下播再去量一下。高烧之间什么都干不了，低烧就是出汗，对，我也感觉。我也这么感觉的。
但是我好像也不咋出汗，其实我出汗也比较少，我就是捂在被子里我也不会出汗，我就是躺在那里，然后神志不清的躺在那里，对，是睡不着，我低烧其实也睡不太着。你好呀，厦门的朋友，高烧站都站不起来，对，是这样的，确实，我就是烧的最高的一次，最高的一次就是我小学的时候一次烧到40度，一次烧到40度，然后就没有再那么高过。每次电台的彩蛋就是背景放一张没发过的图，是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就给大家放一些大家没见过的图，还有我的这个，还有我的这个封面。我这个封面也是，这是我刚刚 P 的，这是我刚刚 P 的图。谢谢迪士尼在逃跑跑机送的一个荧光棒呀 ，thank you。我阳了呀，我12月阳了呀，我就是12月它刚放开那会儿我阳了，然后当时我烧到38.2最高的一次，一共烧了3次，但最高只有那么高了。你上次阳就烧到40，我的妈呀，好高啊，怎么这么高啊，好离谱。你阳的时候什么感觉都没有，哎，好像就是有的人一开始就是毫无感觉，然后一量体温发现不太对，就很奇怪。我当时是各种症状先来了之后，然后才发的烧，就当时一发烧就巨难受。情人节只看过模糊的那条抖音，对，那个抖音那个镜子太脏了，就那个场地里面的镜子太脏了。宝娟，我的嗓子怎么了？宝娟，救救我吧！好家伙，你没阳，羡慕你们没阳的人，因为身体太好了。但我也有看说，越是不发高烧，越是不太好的那种，就是一直小火慢炖，是小火慢炖，说高烧是大火收汁儿，低烧是小火慢炖。你阳在家睡了3周，我好像睡了2周。刚睡了2周，当时快出道了，其实那会儿，然后就是一直在那里休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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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的。太想看刘海小九了，刘海不好看，我刘海不好看，我刘海可丑了。说明我手里的图的库存大大的有，确实我图还挺多的，我图是挺多的，但是。我很多都发过小红书的，你们应该有人会看过。12月25感觉头晕，但是摸一下额头没烧。可能有时候就是会比较燥的时候，就是感觉不太舒服，但是其实也不是发烧。我有时候也经常以为自己发烧，但不是。什么东西117可能。你最高才38.9，那我比你还低，我比你还低0.7呢。你没啥别的症状，就是高烧，那还好吧，应该。我头疼吗？你高烧头不疼吗？应该也会疼吧。我味觉消失好多天，我那几天可痛苦了，就吃啥都味同嚼蜡，真的很烦，当时真的很痛苦。我就你知道人失去味觉，我只觉得非常难受，就像鱼离开了水，没有味觉，真的觉得吃什么都不好吃，就也不想吃。不过其实那样的话比较好，那样的话它很减肥，就你什么都不想吃的话，你就会瘦得很快。之前那些天三个出道，你以为他们是后辈，没想到同期，哼，很无语，不明白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同期。我以为就是会13期，结果也是12期。我不懂我们公司是为什么。其实就这回小九背景这张有刘海的，第一次看成啊，这像吗？你最庆幸的就是阳了之后发烧累，其他头晕热啥感觉都没，那也挺好的。如果只是累的话，反正睡就完了。我当时是睡不着，我当时每天都睡不着，当时就是完全睡不着，就特别痛苦。每天都是晚上几点？我本来其实当时我的那个作息还比较正常的，我当时就是不会睡那么晚的。但是那阳那几天，我每天躺在那儿，我也不看手机，然后我就醒到4-5点，我特别崩溃。
让我多做小鲜肉，我不想。这个福气送给你。看不到小九美颜，可以看小九美照啊。小九今天，我今天本来想化妆直播的，但是但是我今天那个太难受了，我今天感就是流感发烧太难受了，我也播不了多久，就不化妆了，明天再化妆吧，明天再化妆吧。对，看小九的美图就行了。看微信公众号美泰元宇宙开始测试了，美泰元宇宙开始测试了，那个是干嘛的？那是干嘛的？我都不知道是干嘛的，因为他跟我好像也没什么关系，就是说。我不知道那是鼠魔，那是鼠魔。谢谢 real htt 送的一个送虽然前辈的表情不开心表情包 thank you。 哎，我觉得我这个再咳下去，我一会儿嗓子都要烂掉了，烦死了，让我再喝口水吧。听我咳，你也在咳，传染了是吧，传染了是吧。好像是一种新营业模式吧，也许吧，反正与我无关。但不会影响到我，我就不太关注。嗓子不舒服还不，嗓子不舒服就是想跟大家唠会儿嘛，跟大家唠会儿，然后一会儿去回翻牌。止咳糖浆我觉得没用，止咳糖浆。就是该咳还是咳，该咳咳。九型病毒网络传染了，对啊，九型病毒进行了一个网络传染，直接给大家就是现场传播，听见我直播的人都开始咳嗽，大家连夜逃出直播间，连夜逃出直播间。给小姐颁个五一劳模奖，我也觉得，给我颁个奖吧。看房间说有间只会翻盘了，嗯，本来是这么打算的，但是唠一会儿呗，反正因为我早上那会儿是真的发不出声音了，那个时候就是说话都就是咽气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咽气是说话，但现在就是可以发出声了，所以我可以就是跟大家聊会儿。谢迪士尼在淘泡泡机送的一个荧光棒呀 ，thank you。哎，感觉我这个直播间就是一个咳嗽直播间，来给大家表演一个咳嗽，然后咳着咳着大家也都被感染到了，然后大家一起开始咳。谢谢有病的乌龟送的一个夜蝶，谢谢你的夜蝶 ，thank you， 比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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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你的漂亮大扑棱蛾子 ，thank you， 谢谢谢谢。什么什么？我看不到弹幕，等一下哦，这个挡住了呢。夜蝶禁言三分钟，好吧，那我禁言，我那个电台禁言三分钟，那我给你们听歌，你们听歌三分钟，三分钟后大家都不在了，我先安静一会儿。嘘，这样吧，要不然我这样说话怎么样？我这样说话怎么样？感染你就能回家了。上次我手想捏我的脸，这样费嗓子吗？啊，这样费嗓子吗？真的吗？好吧，那我先不说了，让你们听歌，让你们听完歌。那时候我
谢谢奶糖精灵送和英送的一个生日礼物呀，谢谢你的生日礼物。对，大舅咳嗽纯享版，今天咱们是今天咱们听我咳嗽，晚上好呀，我在禁言哦。你的坎坷，我开的车，算一算，虚度了多少个年头，不够下一道错爱的春秋。对，带领大家听歌呢。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？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。互相折磨到白头，悲伤坚决不放手，开始纠缠之后，才有悲伤。过分了啊！我要反驳你说我笨，我要反驳你的，我要打你。对，我们现在请到了我们直播间特邀嘉宾，呸，好了，三分钟到了，三分钟到了，我要被你们气死了。咱们今天我们直播间请到了一个就是重磅的这个嘉宾，我们请到了李荣浩老师来给我们唱歌，大家欢迎，大家鼓掌欢迎。三分钟说了两分半，我没有，对，我们在这里就是可以免费听歌，可以免费听好多的歌，是吧？是不是很棒？是不是很厉害？就是别欺负我，应该说我笨，我可不笨，我很聪明的，我是一个聪明的人。哎呀，好捧场啊！你都鼓了好几个掌了。马老师有请 New Jeans 吗？也可以有请一下呢，那我有请一下他们好了，毕竟我们直播间就是比较的这个大咖云集，我们大咖云集，所以我们就是各种嘉宾都可以请的了。对啊，我是北八智商天花板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都让你发现了啊，这都让你发现了。行走的 CD， 对，就是行走的 CD， 李荣浩老师行走的 CD， 唱的跟 CD 一模一样。谢花小站送的好想小酒呀 ，thank you。高考650加，那倒没有，那倒不至于，没那么聪明，还差点。能请宋小宝吗？那宋小宝老师还是有点不太好请的呢。谢谢阿茄送的 GG 包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颜值和智商双重天花板，确实确实，你说的对。你在娱乐圈唯一的人脉，哎呀，烦死了！我要请那个 New Jeans 那个老师，结果咱们就是给卡掉了，下卡了，把人家嘉宾下卡了。对，我们这是一个特别 international 的直播间，这是一个特别 international 的直播间，所以说他可以请到各种嘉宾。放一个，请他们唱一个那个什么呢？随便唱一个吧，请粉末吗？粉末不太好请，一会儿试试看。对，你们的热情就是被你们的热情给惊到了，你们太热情了，有点。
哎呀，我听见这首歌，我 DNA 动了，我 DNA 动了，我想唱歌了，讨厌死了，我恨，我恨这个世界。对，还是小九面子大，小九可以请来好多的嘉宾，是吧？你也 DNA 动了吧，对吧？那个 MV， 对，这个 MV 很，这个 MV 拍的很好，我觉得，就是说很有意境。晚上好呀，你好呀。今天不准唱，不唱不唱，唱不了。我也我想唱也唱不了，因为咱们就是唱出来怕把大家都吓飞了。无力心脏 rat da da， I got nothing to lose， 那就啊很大鼓啊哇。哒哒哒哒，我的心脏，哒哒哒哒。我成功的融入了他们，我现在就是进行一些个那个，咒怨版，咒怨版的这个歌曲的演唱。对，按摩嗓子。啊娘的，那个都。My name is say, but go say it though. I want to so say it though. 你都跳起来了，你听着我这个嗓音，你还能跳起来吗？你跳起来，你也得给吓摔掉了吧？啊，你给吓摔死了。But I got nothing to lose, but to run the goal.哒哒哒，我的心跳。怎么了？不好听吗？不好听啊！别溜啊！别溜啊！对啊，很完美的颤音啊，不觉得很好听吗？没有爱的感觉吗？滴答。I want to walk in the snow, my little girl. 谢谢张爸爸送的一个玫瑰花。破音粉狂喜，今天咱们可以做到每个字都破音，今天咱们可以每个字都破音，是不是很牛？再唱就卡痰了，本来就卡痰了，破了嗓别唱了。我怎么了？我这不能唱吗？多好听啊！谢谢张爸爸送的那个巧克力、啊。不觉得我这种嗓音会有辨识度吗？不有辨识度、啊，拜拜。好了，再唱。好了，就没有这种辨识度了。好了，就是没有这味儿了，就不太一样了。留着唱给评委听，给评委听这。是爱慕迪子送的一个荧光棒呀 ，Thank you。哎，不唱了。我发现就是你就是格外的猪瘾犯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，我现在没有一刻是觉得饿的，我的每时每刻我都觉得很饱，但是我就是每时每刻都很想吃东西。我现在边在这里直播，我还边就是环顾我的四周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。咱们就是变猪了，直接就变猪了，好吧？评委就吃这一套。对，嘴巴想吃，嘴巴饿了，嘴巴说我饿了。谢谢奶糖精灵送和英送的一个巧克力呀，吃饭了呀，我刚刚吃了那个重庆小面，我就说那个小面肯定有不辣的，它肯定是不辣的，它果然不辣，它还挺好吃的，没那个不是辣的，那个不是辣的，我点的是不辣的。你在吃冰淇淋，你好了吗？你就吃冰淇淋，你还咳呢，你就吃冰淇淋。你有点勇啊，多吃点感冒好的快，备点小零食，我也觉得，可以去抢莎莎的小零食，莎莎有好多小零食，我去抢一个。哇，谢谢，看看小九送的一个高级马卡龙呀，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 ，thank you， 比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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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 ，thank you， 嘿嘿。
下播吧，下播吧，才播了半小时，再播十分钟呗，再播十分钟我就下播呗，我十分下播，好吧。嗓子冒火，那嗓子冒火，我也会想吃那个，想吃那个冰淇淋，因为真的，真的就是说一整个很难受的时候就想冰一冰，冰就你吃的当时确实很就是感觉嗓子很舒服，但就是可能有时候会吃完了之后，可能说吃完了之后会有点难受，整天安稳一点，别吃辣。好的呢，好的呢。你朋友少时粉非要加推我，好呀好呀，快加推我吧，你朋友快加推我吧，我爱了。你朋友加推我，我们就是同单，我们是同单，立刻加推好吗？欢迎你朋友，你朋友是哪位？我终于要少播了，因为今天咱们精神状态一般，因为太难受了，所以就是吃完嗓子哑的厉害，对，吃完我觉得可能会嗓子哑的厉害。看来我不是同担巨否，什么意思？东北好像发烧的时候吃杨桃罐头，对，我之前也看，就是说东北那边好多人就是发烧什么就吃杨桃罐头。我之前以为杨桃罐头是有那种就是特异功能，就是可以真的就是治疗你这个发烧，结果只是就是那个，就是吃一下觉得舒服。有用吗？不知道哎。看你微博私信发的全图吗？看了呀。你给我截的这个图，就说还行，还挺好的，还不算很丑，我觉得还行。不和同单玩会嫉妒同单，我不会啊，不会啊。你还没吃过杨桃？我吃过杨桃。我吃过那个罐头，我之前好像阳的时候我记得我买过一罐，但是我不太爱吃罐头，其实我觉得罐头这个东西它太甜腻了，我就不是很爱，只是吃一下解馋。想解小酒丑图有点难，那不难吧，我看你们天天说你们手机里面全是截的我的直播崩图什么的啊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问问大家，是吧？你们还天天互相发，对吧？我都看透了，我都看透你们了。对，我也觉得太齁甜，齁甜就是嗓子难受。黄桃干非常 nice。黄桃干的话，我也没吃过哎。我很想吃果干的那种，主要是卡了，太好截了。确实每次都卡在奇怪的地方是吧，你就截过一张翻白眼的。哎，你们都太爱我，你们都对我太好了，都喜欢截这种美丽的图是吧，就是你们在用一种很新的方式安利小酒，我真的会谢，我真的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请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司机，谢谢你，感谢有你，世界更美丽。崩图群号，我真的是，我现在咳嗽着，我都要怒吼出来了，我都要河东狮吼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崩图群号太过分了吧？啊，还给我搞个群？什么意思？公演崩图不多，表情管理还可以。酸 Q 啊。不用写，你是该说这句话。翻白眼的时候只觉得美瞳没有很干，不会滑屏。确实我的美瞳确实是挺好，挺跟眼珠子的。还有这种群？没有这种群，讨厌。房间可以弄一个自制表情，自制表情是可以加在我房间的表情包里吗？别大声，慢慢讲。你是小九黑粉头子，我黑粉头子好多啊，怎么大家都是我的黑粉头子啊？什么意思？我就是没有粉丝了呗，我只有黑粉是吧？你们全是我的黑粉。
崩土都是美的。我谢谢你对我好好。上次表情包大赛我没赶上，上次表情包大赛我看到大家给我发的图了。七哥给你个黑粉群管理，你信不信我下的框框锤你啊？啊，乌龟，我下的框框锤你五个大拳，嗯，气死我了，什么意思？还要当我黑粉群管理，有点过分了，嗯，还好，你还说好，好什么好，好什么好，嗯，美崩了，唉，我要气死了，我恨你们，我恨你们。你把乌龟和熊熊拉进来，他们这么爱我，他们会进黑粉群吗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为什么今天那个谁不在呀？今天那个熊熊不在，他是在潜水还是没有出现？睡觉了吧？啊，好吧。翻版也就很不错，有黑粉组织说明很 red， 对，咱们就是有点 red， 确实太 red 了。还带你一个，不要想了，没有这种东西，讨厌，讨厌死了，讨厌死了。上次表情包大赛大家太收敛了，确实。为什么要黑一个西北弱女子？对啊，为什么要黑我？真无语。看到我粉丝这么相亲相爱，看到我黑粉这么相亲相爱，我流下了感动的眼泪。他下班了就睡觉，定了凌晨的闹铃，为啥呀？为啥定凌晨的闹铃啊？几年前的操作，那是什么操作？受不了了，我再咳下去我的肺都要出来了。不懂，我不懂你们的那个，我不懂你们的那个，就是谜语啊。我直播间怎么全是谜语人？我直播间谜语人也太多了吧。凌晨三点我就知道了，他会凌晨三点给我发翻盘吗？什么意思啊？那搞得我就是很好奇啊，马上混进黑粉群，打进敌人内部。我建议你最好是打进敌人内部，你不是想加入他们啊？我建议你最好是啊，你最好是隔着老远关着门都听到室友大喊。你知道吗？我爸之前有一次，我跟你们讲过吧，我爸有一次打呼，我的妈呀，我爸那次打呼打的，我以为大象来了，我以为大象来我家了，我吓死了，我大半夜，我凌晨三四四点吧，我醒来，我被吓醒了，我以为大象来我们家了，我说怎么还有大象跑到这里来了，我说太可怕了吧，怎么变成原始森林了，我们家还住六楼，家人，太吓人了，当时。那声音真的，我觉得我们房顶都要掀翻了，真的就是说听起来真的，而且我都觉得地震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地震，我睡在那我就觉得就是那个地在震动，太恐怖了，如雷贯耳。对，我爸应该也是如雷贯耳，真的是大象，他没醒啊，他就是睡得可香了，都是就是我妈把他喊醒的。要不然他真的把我吓死了，我当时吓得我还以为咋了呢。对啊，就是地动山摇，就真的我不懂，我真的不懂为何如此，为何如此，他是如何发出这么大的声音。对啊，如何发出的呢？打呼噜是不会把自己打，对，我觉得打呼的人都不会把自己打醒，只会把别人打醒。真的，我就是深受打呼的毒害，我深受别人打呼的毒害。我太痛苦了，对，磨牙也是，但我之前也磨牙，我之前在那个就是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在我们宿舍半夜我磨牙，因为我当时不是那个睡眠障碍嘛，我当时睡眠障碍，我吃药睡的，然后就会磨牙，就那个时候特别吓人。然后我舍友那个特别像我大半夜的起来在那啃那个床，在啃床的样子就很吓人。公主竟然磨牙，那是因为我吃药了，当时才磨的牙。反方向的钟，
对，反方向的钟。哇，十分了耶！咱们今天能不能凑个整呢？咱们今天能不能凑个整呢？凑个150，可以吗？真的是能组个交响曲，对啊，真的可以交响曲了。你现在对打呼已经免疫了，谢谢奶糖精灵送和音送的一个玫瑰花和一个巧克力呀、啊，谢谢看看小九送的一个夜蝶，谢谢你的夜蝶 ，thank you， 比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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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你的漂亮的紫色的大扑棱蛾子，谢谢你的。这就是这个漂亮的小蝴蝶，漂亮的大波，为我们今天的直播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对，够了，谢谢，谢谢奶糖精灵送和英送的一个荧光棒呀。我走了，晚安呀，家人们晚安，没有人了，没有人晚安，只有一个晚安，拜拜。早点休息，我要去回翻牌了，拜拜。